英语里最难读的字母组合，你知道是谁吗？就是 TH。今天一个口诀，教你搞定 TH 它的两种发音。先点赞收藏起来吧。口诀就是两头轻，中间浊，代借连复贯，大多浊。什么意思呢？两头轻就是指 TH 组合在单词的开头和结尾的时候一般发轻辅音，比如 three, think, teeth, both。 中间浊也就是 TH 组合在单词的中间一般发浊辅音 z, 比如 mother, father, weather。 代借连复贯大多浊，也就是 TH 在代词、介词、连词、副词还有冠词里面大多数也发浊辅音 z。 比如代词 this, 介词 with, 连词 thus, 副词 there, 冠词 the。 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一起学习吧。